大家早晨，今天是立法會選舉的投票日，呼籲大家選民在今日十點半晚上十點半票站開放之前或者開票站關門之前大家出來踴躍投票，選出大家支持的立法會議員。OK， 多謝。在我們的選舉法例底下咧，係沒有棄選呢個機制嚇，所以在張選票上面所有的候選人都是合資格的候選人。我相信咧，選民咧，佢哋係有佢哋自己的選擇嘅。我哋的選舉咧係民主選舉。在選舉當中的民主咧，體現喺乜嘢咧？係體現喺選民佢哋自己嘅自由嘅選擇。選民咧係唔需要人哋教佢係點樣投票嘅。多謝。